好，浴盐本来是要用来泡澡的，但是美国市面上出售的一些浴盐，像是象牙浪，却是呢被拿来做吸食或是注射。浴盐的使用不当的意外呢，在美国多州发生，到现在全美接获的报案有300多起。这些浴盐呢是含有复杂的化学成分，兴奋效果呢比安非他命还要强，吸入之后会导致幻觉、多疑妄想、心跳加速等症状，严重的呢可能会自残，甚至还会杀人。有一个男子受访的时候说，他尝试过各种的毒品，包括了海洛因跟快克，但是呢，没有一种毒品造成的幻觉像浴盐这样的强烈，所以呼吁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浴盐广告。